好，我们再看这个题目，第八题啊。这两个相除的微分，那微分分母要平方，然后微上啊不微下啊，微上呢就是 e x 微分不变，一的负 x 就是合成函数啊，所以这个一负 x 微分还有个负一啊，所以减掉一的负 x 再乘以负一，刚才把这里改加了，然后下面这个照抄。那下面这个就是恰好上面它微分的啊，所以这两个乘起来就变成平方，减掉，换下面微分，下面微分是 e x 啊，然后这 e 的负 x 微分呢，一样，它还有个负号，所以干脆把这个改减掉，然后上面照抄，结果这个微分就变成这个，所以变成平方，这样子。然后你把它简单的化简一下，啊，这个平方差我们不知道用过多少次了哈，两个相加，正负消掉了啊，两个相减，变成两个一的负 x，那这两个是导数，所以它是一，啊，这两个相乘是一，二二就得四，啊，那 e x 加一的负 x 就平方这样。Thank you.